奥特曼让我保护好奥特曼胶囊，但是两个怪兽竟然知道了，他们要来偷。我得把这奥特曼胶囊藏到哪儿呢？哎，小鸟啊，可不可以把它藏到你的树洞里呀？可以的，僵尸。哎呦，谢谢谢谢你，我得藏到树洞里。小朋友们，千万不要告诉两个怪兽啊！僵尸，奥特曼胶囊交出来。对呀，那个又不是你的，赶快交出来。我没有，没有，我们明明看见你拿着了。哎，那小鸟嘴里怎么一闪一闪的？哎呀，是啊，大哥，你看那小鸟嘴一闪一闪的，不会在树洞里吧？哎呦，糟了！哎呦，我怎么忘关灯了？小朋友们，快发送爱心和火苗，让奥特曼胶囊隐身，让怪兽找不到。大哥，我上树去找。